出大问题了。我那位小粉丝发过来这两只小仓鼠啊，应该是两只，然后我在这个大箱子里边只看到了一只，而在这侧面我看到了一个洞，在这的装仓鼠的笼子里我看到了一个裂缝，也说另一只是一只白色的小仓鼠，未解之谜就出现了，另一只仓鼠跑哪去了？心细的小伙伴应该就能发现了一点关联了。这笼子呢是在中间放着，这洞呢是通往着外边，也就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中，这两只仓鼠可能都出了，从这个洞出了笼子，到了这个大箱子里。在大箱子里边，它们可能在打洞，这是对称的。这有两个通气口，这应该是有两个通气口。这个通气口我看到的是被咬的，可能就是被那只小白或者是小灰也参与了，两只奇力断金咬出了一个逃生洞，然后就从快递过来的时候逃走了，一只下落不明。现在里边就这一只还在这里边陶瓷里边待着，我一会儿要把它从里边抓出来，还在笼子里面待着，这个笼子碎片太多了。